好，在这边呢，它叫我们 express ax 块减 bx 加 cx 减5等于0 in the form of 这一个。OK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把 a 抽出来，全部一起抽 a，然后它就会变成 a 括弧 x 块减那个b 伯 ax 加 c 伯 ax 减5伯 a。等于零，然后它这一边 a，然后它在这一边，它说 x 块减 b 伯 ax，然后加 c 伯 ax，然后再来这一边加这个减 b 伯 a 加 c 伯 a 伯二的 square 减 b 伯 a 加 c 伯 a 伯二的 square，然后再减五百 a 等于零，所以在这一边，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a，然后 x 这一边它是 c 减 b 加 c 减 b 百二 a 整个东西的 square，OK，然后减这一个是 c 减 b。百二 a 的 square 减五百 a 等于零。OK，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刚的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呢，它的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会是等于减 b 加 c 百 a 整个再百二，然后分母剔下来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c 减 b 和 2a 是这样来的，好，接着呢，再来这一边的时候，我要做的事情是，我要把我的这个 a 乘进去，我要把我的 a 乘进去，所以我把我的 a 乘进去的时候，它会变成 ax 加这个 c 伯 b 伯 2a 整个的 square 减掉这个是 c 减 b 的 square。二 a 的 square 它是4a square 乘 a 减五百 a 乘 a，所以我的这个 a 跟 a 可以约 a 跟 a 可以约，然后就等于零，OK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是 a 括弧 x 加 c 减 b 百 2a 的 square 减c 减 b 的 square 等于 4a，这一个地方它的分母是 e，所以我在这个 e 我这边乘 4a 乘 4a，所以它就变成减 20a 等于这个 4a 等于零，所以它的这一个就会变成 a 括弧 x 加 c 减 b 等于 2a 的 square，然后加掉。或者是直接减了，OK，不要了，我写加，减 c 减 b 的 square 减 20a 等于 4a 等于零，所以这个两个都是减，其实我应该把减打出来，然后这边减这边加，所以它的这个东西整个是这样的，OK，所以它的这个 form。其实就是这样，OK。以前我还有把这个 expand 出来了，就 x 块减 2bc 加 c 块，c 块减 2bc 加 b 块，然后加 2a。我觉得现在不要，我这样留着，这样会比较清楚。OK，这个是第一个部分。好，接着呢，他要我们找他的那个 x in term of abc 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把这整个减的搬过去变成加了，所以它变成 a。括弧 x 加 c 减 b 等于 2a 的 square 等于整个 c 减 b 的 square 加 20a 等于 4a，然后我把我的这个 a 除下去，所以它这边它就会变成 x 加 c 减 b 等于 2a 整个东西的 square 等于 c 减 b 的 square 加 20a 等于 4a square。然后我的 square 搬过去，
它就会变成了那个加减 square root c 减 b 的 square 加 20a 和 4a square。 OK，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我把我的 a 除下去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一边这整个东西，它就是这个 square 等于上面的东西和 4a 乘 a， 所以它的分母这一边才会变成 4a square， 就是这样，这一个会变成 4a square，然后这边是 4S 块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好，来接着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了 X 等于 C 减 B 搬过去，它就变成减 C 减 B 的 2A 加减 square root C 减 B 的 square 加 20A 的 2A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square root of 4a square 会变成等于 2a 嘛，这个地方。然后我的这一个呢，减，我把这个减跟它乘进去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了 b 减 c 加减 square root c 减 b 的 square 加 20a 和 2a。 好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。OK， 其实这一题它是要我们用 competing 的 square， 如果它没有叫我们用 competing 的 square 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就直接用 formula。 So 在这一边我的 a 是 a， 然后我的 b 是减 b 加 c， 我的 c 是减 5， OK， 所以我的这个 x 呢会是等于减 b 减减 b 加 c加减 square root b square 减 4ac 减 b 加 c square 减 4a 减 5， 然后 per 2a。 好，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这一个跟它乘进去才变成 b 减 c 加减 square root， 这一个是 c 减 b 的 square 加 4, 5, 4, 20, 20a， 然后 per 2a，然后跟我刚刚上面的这个 b 减 c 加减 square root c 减 b square 加 20a 和 2a 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一边我其实纯粹只是在 check 而已啦。所以在这边我没有把我的 c 减 b expand 出来啦，如果我把 c 减 b expand 出来的话，它会变得比较复杂啦。所以如果我把它的 c 减 b expand 出来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这一个我留着这样，然后我上面这边我不懂，我老师你们的老师要不要你们 expand 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做多一个步骤给他 b 减 c 加减 square root c square 减 2bc 加 c 加 b square OK， 然后加 20a 整个 per 2a。 好，就是这样了。其实我不要成为你这个